你好，讲中文吗？讲中文吗？可以听懂吗？哦，您好，您好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坐了多长时间船啊？都一起的吗？6、7个小时啊，6、7个小时，从那个第一难民营过来是吧？嗯，这。 我知道你们最后都是要去美国。您好，您好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您是去美国是吧？啊，走了。自由之路走了多久啊？阿坎迪走了3天吧。在雨林里头走了3天。啊。嗯，从那个哥伦比亚坐船去阿坎迪吗？对。嗯，船坐了多长时间？船坐了几个小时。嗯，那您从中国出来怎么到的这儿啊？一路上。 先从中国到泰国嘛，然后泰国到土耳其，土耳其再到基多，然后基多再一路往这边走嘛。OK， 那离开中国多久了？1个多月了。1个多月了。啊。嗯，在这个雨林里怎么在雨林里走的这个情况怎么样？危险吗？危险倒是不危险，就是路况有点复杂，就是消耗体力。 怎么个情况？怎么消耗？这个绳索呀，这个还有那个悬崖上面那个路啊，都是人踩出来的路，不是说建造的路，所以说有点危险。有悬崖上的路啊？对啊。啊，那您有受伤了吗？或者好走吗？哦，这都肿了啊！您这个脚都已经肿了啊！嗯，这怎么受的伤啊？过那个河的时候踩那鹅卵石，一下滑了一下，撞那个石头上了。嗯。 这样坚持了几天啊？3天了吧，3、4天了。3、4天。啊，这一路上中国人多吗？不多，中国人不多，还是南美人多。哦，那我看您这船上还有其他中国人都认识吗？是？不认识，都是在路上遇见的。都在路上遇见的中国人。对。OK， 您过这个雨林交什么保护费啊，什么向导费，交钱了吗？这个肯定要交啊，要不然你不知道路啊。哦，得交钱才有人带是吧？啊，对。就是怎么？ 哪儿请的？怎么请？多少钱？在一般就是微信上啊，大家互相联系嘛，找的嘛。找的。微信上。我们交的是700美元。给向导700美元。啊。然后向导给您带到哪儿？带出雨林吗？本来我们是走别的线的，然后那个有一个船翻了嘛，死人了，然后那个线就不能走了，我们走到阿坎迪。阿坎迪。他就不管的，就把我送到阿坎迪，他就不管了，我们自己走的。啊，您自己走的雨林吗？啊，对。嗯。 本来是走那个卡雷托那个线是吗？对。嗯，后来因为出事了，所以没走成。啊，对。嗯，那您在雨林里，我听说还有什么抢劫呀，然后要钱。那个哥伦比亚有黑帮。嗯，您遇见了吗？遇见一次，好像人不多。嗯，找您要钱了吗？他们有钱？没有，因为我们那个向导人挺多的，把他们吓跑了。哦 ，OK， 就人多的就就不敢来抢劫。向导也是有点黑恶势力的嘛，他也不是平常人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这个雨林这么危险，为什么要铤而走险走出来？自由。什么自由？没有别的，就是自由。我也希望自由。中国没有自由。没有。咱们往这边走，啊，您在国内是哪儿来的呀？我从四川出发的。四川出发的啊！您在国内是什么行业什么工作？我原来开一个烧饼店。开烧饼店啊，在四川。对。嗯，后来为什么决定这时候要出来呢？反正每天就觉得过得很压抑，我那个抖音号封了好几个。为什么封您抖音号？敏感词嘛。发什么敏感词？就说习近平就不行嘛。您说习近平什么了？ 我随便说他都不行，你就不能提这几个字，你说他好也不行。嗯，那您说他什么了？我肯定说他不行啊。为什么？搞得一塌糊涂。为什么不行？怎么一塌糊涂了？现在国内经济你不知道吗？您跟我外贸就是归零了都，股市也要归零了。嗯，那您自己生活里感受到的是怎么样的？我的店倒闭了。什么时候倒闭的？去年的6月份。 您觉得这什么原因啊？赖谁？肯定有我自己的原因，再加上大环境的原因嘛。大家都没有钱嘛，你干什么都不好干。为什么没有钱呢？没有外贸哪来的钱呢？自己家人的钱在里边转来转去，他会有钱吗？会有财富产生吗？嗯。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有这么大的问题啊？我感觉我从前年我就知道了，我就感觉要完蛋了。什么事情让您觉得不行了？从他修仙法那时候就知道要完蛋了，要连任嘛，一直做到死嘛。嗯，那不就完蛋了吗？嗯，那不成皇帝了吗？嗯，那还能好？能好得怪了。但那个时候修宪法是好多年前的，好几年前的事儿，您那时候没决定出来，为什么现在决定出来了？那时候消息闭塞嘛，现在不是有抖音嘛，我很多的这个攻略啊、信息啊都是从抖音上来的嘛。嗯，要不然我也不知道路上有什么危险，也不敢走啊，对不对？嗯，那路上这么多危险，还决定走？必须要走。我出来的时候，我就决定死在路上也值了。宁可死在路上，也不留在中国。啊、对。为什么呀？没有自由。您想要什么样的自由？我想要的自由啊，我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，我也可以骂总统。这就 OK 了，就可以够了。到美国那儿有什么打算吗？打算先洗盘子呗。嗯。洗盘子，然后等工卡下来再做打算吧。您还了解的挺多的，还知道。那肯定的啊，没有攻略怎么敢去啊？嗯。那在国内的亲戚朋友支持吗？不支持。他们怎么想？他们说美国人嘎腰子。什么意思？美国人嘎腰子。嗯，嘎腰子不知道啊？您能解释一下？割肾。哦哦哦。啊，这是哪儿听说的呀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听谁说的。哦、您相信吗？我去泰国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嘎腰子，我怎么可能相信？我相信我会出来吗？是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您觉得这一路上后悔过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我后悔，唯一后悔就是出来晚了。我现在年纪有点大了。您多大了？我47了。47了。那在国内其实还是有一定基础的，有家人朋友了，还是决定出来。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3无。嗯，3无。一无所有。嗯。那这一路上，您觉得这一个多月来最难的是什么呀？最难的就是过自己心里这关，看你能不能想走出去，这是最难的，剩下别的没有什么难的。什么时候过的这关？怎么过的这关呢？我在家我研究了半年，我才下定决心出来。半年很难熬，各种消息有真有假，然后经过自己的交叉验证，你才能确定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，然后才能确定走出来。嗯，有点难。很多人都是停留在思考阶段，一直在思考。嗯。但您说这交叉验证，就是您这半年从来没犹豫过要不要出来，您就是犹豫过，这个确实犹豫过。嗯，因为很多信息说是路上总是死人嘛。对。所以说有点害怕嘛，也有点害怕，确实害怕。但后来我就决定，死也值了，认了。也比待在中国好。苟且偷生还不如放手一搏。那我走了啊。哎，好嘞。